有一个地方，它叫顺布尔邦，那个地方是也是在太平洋以后，胡康河谷了，打仗，打了，死了人太多了，日本人死的更多，比中国人。天很热，来不及打扫战场，真是那个闻得非常难受，那个味道臭。就是每个人拿一瓶香水，我买的一瓶叫夜巴黎香水，在印度买的，塞在鼻孔上，这样子过来，趁那个大卡车走了，就是整个一带原路都是臭的。也可能，这个尸首已经挪掉了，但是臭味不散，因为要让它臭的话，要有瘟疫，那个瘟疫在我们这边呢，所以一定要赶快把它清理掉，是吧？那个臭气的范围有多广我不是说那个汽车开了十几分钟吗？啊？就开了十几分钟才开出那个范围。快就开过这个臭的范围，过了以后我们就拿下来了。不过还是要闻着的。那身上有没有那些味道？那倒是没有注意了，反正就鼻子里头难过嘛，赶快先。是人人都难过，所以预先警告我们，说是买瓶香水带着。不，在那以后就没有那么臭了。那一仗死的人，一个是多，二一个是这个交通不便了，清理困难，